小姐，今仔日是我最后一摆打电话给你，我要正式跟你讲再见啦。十年啊，我一直不愿意接受你已经离开这个世间的事实。我不肯放你走，因为只有一直感受失去你的痛苦，我才能减轻自己的罪恶感。有一个查某囡仔甲我讲，这毋是爱，这是摕你对我的爱，伫咧处罚家己，还佫有别人。你伫咧台顶看着我安尼，应该对我真无奈，嘛真失望哦。我的过去。一直拢有你，你无伫以后，我也是逐天想你，因为你已经是我的一部分啊。从今以后，我会将咱的基地甲爱情保存伫这个生活内底，寄到我心内上深、上深的房间，然后甲我的心拍开，好好珍惜身躯边的人。小倩，假使讲有后世人，你还阁轻插我，我一定会亲嘴甲你讲，是嘞，我袂阁凊彩对你发脾气。最后，多谢你陪我做伙行过的日子，是我一世人上水的回忆。再见啊！